this. Ew!哇，古装，花衬衣，黑西装，风扇，雪花飘飘，雪架杆儿。哦，今天要干嘛？各位哥哥请注意，各位哥哥请注意，创意短视频大赛即将开始，请前往客厅集合。创意短视频大赛即将开始，请前往客厅集合。鄙人作为这次的值日生兼主持人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工作，谢谢。请客吧。对，这需要我的时候我都在哦。好好好，这是我人生的一大挑战，来吧，欢迎各位哥哥来到创意短视频大赛。我看到平时大家呢经常会在网上发一些有趣的短视频跟网友互动，是吧？卓哥教网友呢一挂鞭的武术，对吧？海泉哥跟敖犬呢就是跳舞。正是因为这些奇奇怪怪又可爱的举动呢，引起了观众们的注意啊。所以说任务来了，请哥哥们在限时90分钟之内，以阵营为单位，至少拍摄一条时长不少于30秒的短视频。时间截止之后呢，一一展示每个阵营的短视频。所有视频展示完毕之后，哥哥们就进行全员的投票了，但不能投本阵营的哦。最后票选出的最受哥哥喜爱的短视频将获得在官微置顶一周的权利。啊，好厉害啊！同时该阵营获得片尾冠名权。哦，那也不是一太长。请各位队长跟我走，领取你们的拍摄工具啊。四个队长请出列。队长陈小春队长，对，李承铉队长，桑尼队长，忘了自己是队长，张文忠队长。好，来了，现在咱们去外面拿道具了啊！这个玩具的，就是我们就这样子，然后想用他点这个点这个。那个一说的时候，我就哎，我觉得一定要拍这个点了，这个非常好笑。我们在这里跟别人不同的一个点，可能就是有一点功夫的元素。如果是以功夫为底啊，我可以玩一手，如果有蜡烛的话，一排。我是可以一次吹灭5根出去的，我有这个能力。我觉得可以啊，这个可以，每人想一个，每个人想一个自己的功夫。I got an idea。什么？很无聊，很搞笑。It's for this story。我们所有人先回来，很明显我们是想吃东西的，要有一些戏的 ，OK？ 只有一个方便面，好像会打起来 ，or something， I don't know， 好像 like。几个人一起蒸吃一碗泡面，感觉很有意思。想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啊、哦！他拿着，然后陈秀你扔他，接，啪，喝，举。我的想法就是，演出马上开始了，进舞团各成员注意，马上集合，马上集合。然后我在说这段话的时候，就会贴给你们的反应，就是听到。队长的呼唤就是好像有耳机的这样，然后你们的反应是各自出发的那个最帅气或者最搞笑的过程。这哪儿够时间的？这个90分钟够了，够了。你不加上剪辑吗，大哥？你们都觉得剪接是不用时间的吗？剪接要很久，剪接比拍的久。你不用全倒下去，这个不够快。一二三，你想，然后做一个这个拿。那我就不摘了。预备，一二三。李翔，看，好，可以 ，very good， cool， 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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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场，换场了，换场，换场，哪个也尽量爽一点，好好好，我很关心什么时候放饭，导演要放饭吗？导演什么时候放饭？导演，放个屁呀、啊！那刚刚才开始开工，啊，要光吗？导演，哎呦，哎，灯光，你给这个灯光要打给自己吧，是吧？好，三。二一，开始！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！哎，抢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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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抢物来，抢物来！来，道哥，衣服给他，道哥！哎呦我，哎呦我去！你这个抢物生气了吗？抢物想报废！
备 ，Action， 一二三 ，Oh yes， 下一镜，下一镜，小白就等你来耍大牌啊！我跟衣服穿反，我们这全组人员就等你一个人。演员副导演来一下，哪找的演员？换一个，马上！导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灯光老师，别说我，我跟灯光老师管那么多。三二一，走！掀被子。不是这，你的脚不是这样的。等一下起来，你就是这样的，嗡嗡，这个人就起来了嘛。所以你要这样，嗡。对，我会这样，我会这样。那你现在要做出来啊！你要做出来啊 ！OK， 反正我就应该这样。这个演员，对，要不要考虑换一个？哎，副导演。李想，你这个脚真的咋了？怎么这么好使？停，开机了没有？机都没开。啊！去站好，都没开机。OK，Bridge 这样过来，我这样攀过来，然后他很不爽，然后就变成一个 two shot 了，然后就开始那个，我觉得你有一点不尊重我的那个小弟。我觉得小峰哥有点不尊重我的小弟弟。是的。我很明显的感觉得出来，我觉得楼哥有点不尊重我的兄弟。那个小顺哥在这里啊，厚一点，不要背。然后我是导演啊，然后我也是那个摄影师啊，他们就是我的演员。我觉得我经验还是蛮够的，因为跟很多不同的导演已经合作过。哎，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然后他们就说白举纲啊，然后就走了，然后就走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或者不是白举纲，是李泽峰。李泽峰的不李全轩 ，OK。哎，知道他就知道叫什么什么吧？李长光。没有，我们完凉了，完凉。啊，楼也不要在上面俯身出来的那种，然后我待会过来那个好像比较可以啊，比较好玩一点。是给他的，可以再出来一点吗？有点OK， 三二一，哥，哎，怎么了？我有件事跟你说啊。说。我觉得小峰哥有点不尊重我兄弟啊。什么？我有这么觉得。笑啊！对不起，对，哎呀，对，算，对不起。李成干，其实他叫什么名字？李成干。他叫什么名？李成刚。够了，受够了，好热呀！我觉得很好笑，那句真的。哎呀，不能再笑场了。各位哥哥请注意，距离创意短视频大赛结束还有30分钟。我知道拿什么了。啊！聪明。Three, two, one, go.哎呦，太快了 ！Cool, James, spin it for me. We're about to fight, and this is the final. Yeah. Ends at Ricky and good. Okay. Let's get this last. 还有最后一个拿吸管的是吗？对，从下面。真是很难哎。就在这儿吧，掉到这儿，把这个掉到这上面。哦。就吸它，哎，可以 ，yeah， 好了，也是这样 ，yeah， 这就拿出来 ，yeah， one， two， three， yeah， 哎，这个更厉害，哎，筷子可以，筷子好，筷子比飞镖好，哎，筷子好，先试一个，先顶着。咬着，啊哈哈哈！可以，这个好笑，这个好笑了，这个是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祝你们来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5 4 3 2，我想回家了。
但回家之前，我先送回家。这也不错，这也不错，这很自然，这很自然。你看，他们都笑了，他们都笑了，这很自然啊。一二三，松。撑住啊，兄弟。OK 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有拍到啊！啊啊啊！我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来，姐姐，姐姐，姐。目前陈小春阵营已提交。喂，你们快点，好不？还没拍完。拍完了，拍完了。哎，怎么样，卓哥，你们弄好没有啊？在搞后期呢。来，哥哥们集合一下，咱们开始投票了啊！创作时间飞快的流逝了啊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品，好吧？好，好，请播放第一条短视频。我想家了，但是在我回家之前，我去送你回家。哇哇哇哇哇哇明明是个勺子。嘿嘿，旁边还有几个看热闹的，有禁忌啊，不能乱跑，还插鼻孔里去。好功夫，好功夫！走！哎呀，后面还有人在，后面还有人在。可以。江湖无需纷争，哥们毕竟感情。敢砍！耶！好！耶！哇塞，这句话很够狠的、啊。哎，挑衅，挑衅，挑衅！接下来让我们的卓哥来分享一下这个利益啊。我们这个名字叫《哥哥们的江湖》，哥哥们身怀绝技，齐聚一堂，为的是什么？大家共同创造出一个好的作品。啊，当然了，也要有火药味儿，看谁先送谁回家。耶、yeah ！好，果不其然，就是火药味儿十足啊！但是呢，我们大家也没在怕的。接下来，咱们放第二条短视频。事跟你说，我觉得小峰哥有点不尊重我兄弟啊。怎么会呢？我有这种感觉。阿开娃，阿龙真能打兄弟。叫什么名字？李长刚。什么刚？高寒刚。高寒刚。高寒刚。咱俩太快了。不记得。不记得，不记得。我们家的看漫画，我们学画画。哇！
投资方，谢谢我。哇哇，这很有意思，而且是这个好像真人真事，真是。干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先说一下来。我觉得，我也不知道 Bridge 叫什么名字。我知道，他姓布的。姓布叫什么？不知道。对 ，OK。接下来，春哥来说一下。我觉得是，虽然有点草率啊，但是有诚意。而且是这段时间就让大家不用说了，你看吧，对。OK， 漂亮漂亮，大家记住这个作品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要看下一位哥哥的短视频了。Nice。不够喝啊，要抢啊！一瓶牛奶引发了血案。这个就是李承宪对的视频了啊！这个视频呢，它的名字就叫“分干通围”。分干什么？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分干通围啥意思？同位。同位。分干同位。对对对对。分干同位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内容，是觉得我们每一个哥哥们都是有带着这种分干同威的一个心境。很棒很棒，谢谢承宪哥哥。接下来要看第四组视频了。Three, two, one。我不信渠道进来。Action。各队员注意，各队员注意，披荆斩棘的哥哥公演马上开始，迅速进攻，迅速进攻。李翔，小朋友。闪开！抓刀子！我起鸡皮了，最佳剪辑，都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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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春哥有啲难做呢单嘢，我之前以为已经好清楚，我已经清楚投边个，而家有啲难做真系。本来是想投炫哥的，我也是，然后想投春哥的。春哥那个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现在呢，大家要考虑清楚，要给哪一个组来投票，不能投自己，只可以投其他组。每人一票，是不是？对，有请我们的哥哥们来投票啦。好，湾区的故事哥哥组得了11票，很高了，赢了。去到劲舞团劲歌组7票，也是第二名了。分干同位李承宪组和哥哥们的江湖文卓哥组。分别5票，所以说现在是有平票出现。平票呢，就是组里找一个人出来喝牛奶，一口气谁先干谁赢。来吧，好，卓哥那边排出的是刘聪大将，吴炫这边是 Ricky 大将，来，我们拿个透明的被子，然后你们就倒到那个透明被子吧，盘子也可以。
现在放在碟子上喝。对，所以。OK， 这个明显，这个明显。呢、这个咪唔系太好睇啊！这个是，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来，怎么，怎么搞？来，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你挤挤他，挤他，挤。对对对 ，Ricky， 快点，对对对，哎。对，一挤就行了。对对，哎 ，Ricky 这个喝的就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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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加油哦、确实是 Ricky，Ricky，Ricky 赢了 ，Ricky 好快啊！不错了，兄弟，没了没了，李承铉组获得了第三名，卓哥这边虽败犹荣啊，很棒的，恭喜陈小春阵营的哥哥们。你们的短视频将获得在微博宣传置顶一周的奖励，同时你们阵营还能获得四公片尾的冠名权。明白了。今天的短视频大赛呢，就完美录播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张琪，很开心，超棒的主持。就我觉得那个其实是真的，就是我平常的样子，就是很饿。